加拿大、香港人组成的自由港乐队近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办和你唱自由之声音乐会，吸引新老香港移民的参与。自由港乐队献唱了《狮子山下》和《愿荣光归香港》等歌曲。这个音乐是好的，可以多元声音，不用一个极权声音，一个洗脑声音，一个错误的思想继续欺哄人民。香港政治局面恶化，很多人逃往海外，仍然怀念香港昔日的美好。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百感交集。绝对是因为国安法，绝对是因为香港现在的倒行逆施，我才是被迫要离开家乡的。人家上班时间手人心在手游袋，即是你会令到你的那做香港人都没有尊严，他根本都不是当你是人。整个香港都受着言论自由的威胁，现在你讲嘢咧，讲香港加油咧，都系一个罪嚟噶啦，光复香港咧都一个罪嚟噶啦。即使面对强权迫害，香港人仍然心系香港，坚持为民主自由抗争。反而我坐完监，我系坚强咗嘅。你越打压我哋，我哋更加越谂办法同你对抗到底。相信邪恶唔会长久嘅，历史话你听。極權可以一夜之間會倒塌的，因為咧逆天而行咧，多行逆施咧係不得民心的，真實自由先至可以係永恆咯。一定要消滅中共，我哋人類先有一嚿。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舒燦、林夕出記加拿大温哥華報導。